志定啊嘛，你绝对袂当入去。对啊，你去送查理最后一程。唔免过，你若要过，去别位，莫想要过你家哦。好歹有讲笑话啊！我交我予查理袂放心，嘛无可能予一个不清不白的查某人破坏这个丧事。查理，我奶奶对你原本都无法度去，还是你嘛在怪我，嘛在怀疑我？是发生什么事？先转你来，我刚刚那大细声，我被卡掉，后遗症真正最严重。哎呦，你莫阻止我，我今日绝对要把代志讲出来。我是犬犬，张家犬，伊是爸爸张正南。这个不是停车场，那有大宝。明月，你需要那边搞个海事。我不应该想到杜成安的死啊！啊，对你做这种代志，我敢来信？我真正不知爱动作，我真正。听我，你拄则是看到啥？安尼圆圆滚滚闯红灯，真正足危险的呢。我拄仔看到的，敢若是一个真久真久无见的朋友啦。应该是真久真久之前的女朋友。已经十几年无联络啦。你袂用忘记啦！你莫安尼，你让我去送伊最后一程好无？你绝对袂当忘记。对啊，你去送查理最后一程。唔免过，你若要过，去别位，莫想要过你家哦，好歹有讲笑话啊！我交我予查理袂放心，嘛无可能予一个不清不白的查某人破坏这个丧事。查理，我奶奶对你原本都无法度去，还是你嘛在怪我，嘛在怀疑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